帮忙了，小玉。走了，小玉走了，我们去乐乐家蹭饭喽。大家有什么好帮忙的？蹭饭要蹭个那个。一个人一个楼啊，是吧？乐乐今天过生日啊！安全问题没？哎，通知发呀，吃饭可以不说一声了吧？我哪里忙？我在等你一天了，怎么叫你做声？哎呦，你看我从路上都回来帮忙你这家，你都不帮忙啊！那我应该打个叫你来，就是啊。我还没准备得吃的嘞。家那么多麻要多吃嘞啊！乐乐，哇，小弟。啊，帮忙了头了，小毛当小菜，抓这个菜，抓个老一点的，抓，放回来。这里还有一只，哎呦，这么多，得了，留点鸭毛，鸭毛够好吃，那么多鸭毛，你看，哇，哎呀，鸭毛当小菜，有的拔了，有两个直接抬回去了，什么东西？那个也是抓鱼啊，好快，别着急，我都去了。抽水看看。我们这次把这回来，不会堵在那里哦，可能也跟不上。那边滑滑的，回来。刚到家，换完车马上过来。太帅了，怎么帮忙？乐乐也要帮我洗，好不好？快点，快点洗完，我洗完后。要把里面的羊肠。哦，快点，下去帮我洗。帮忙。不管是生的还是死的，都给你们拿来玩。要帮那鸭子洗澡啊？不，叫我妈洗这个鸭子。洗这个鸭子，不我干嘛哦？我也拿来玩，我也拿来玩哦。啊！没人吃啊，不能吃了。帮我帮忙，来，吃死我了！啊！哎呀，乐乐不能那么粗鲁。哎，别过来，我哭了。下去。谁？谁？你过来。那你看，妹妹洗澡了，你看。鸭子我们帮二哥砍好，好了，我这大锅头来煮，他家锅头没有那么大，等下煮好了再拿去，把它砍好的。两个砍完可能有一盆吧。有哦。那么大。香了。有没香味了？好香啊！出锅了。大碗这样子，大盆，还好呀。还有菜，还有菜，不要浪费。好，拿过去，准备吃饭。拿去二哥那里吃。本来就是你二哥。对。菜来了，上菜了，硬菜来了。三。就好看一点嘛。大龙虾，快点挥挥。哎，人呢？开饭，开饭了。这是阿杰哥炒的。啊，对啊。阿杰哥，我帮你试一下味道怎么样，好不好？最想吃就说了，哇，真香，真香，香啊，香，必须的。大龙虾，你看这两个手，这两个手。哦，你去帮你去搞，这个香，我叫勺吧，好像。勺，勺，勺。直接正椅啊，正椅啊，那给面子了啊，给他的还不拿，我不给面子。准备吃饭，快点啊。筷子的呀。哎，这个勺子。啊，小六哥也来了。好了，开始。好了，
赖哭吗，小玉？不赖哭啊。不赖哭了呀。好玩吗？那个玩具。我先把这个头插进去。苏点蚊香，干嘛？要背回去睡觉了，呵呵，是吧？那么快了，你可以叫他跟谁睡？我跟哥哥。跟哥哥睡呀、啊？跟大弟，跟弟弟睡。你跟弟弟睡呀、啊？不跟。不跟了，那你要跟哥哥睡。我的头在那边了。哎，就蛋糕，蛋糕就是谁生日哦？他。要唱歌了，可以吃了，要不不可以吃了哈。不要啦，不要啦，小玉快点哦，吃蛋糕喽。哎，不要动脸。哎，我不吃蛋糕。哎呦，那么多是这个的啊，那么多帽子的呀、啊。怎么送那么多帽子呢？不送多点的，等一个一个不等。是这样的呀、啊。你小孩子多啊。哎，四岁啦，是吗？四岁啦。你十岁了呀！你有十岁了，打火机啊！哎，乐乐，小玉，你最坏了，小玉。先点蜡烛吹，蜡烛先许愿。进来，给这个帽子给你戴。唱歌，唱歌，唱歌，开始唱歌啦！好吃吗，红豆？我不吃，我饱了。啊，我不吃，我饱了。啊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你吃点吧。开心吗？哎，老板娘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开心吗？开心吗？哈哈。拜拜，你们，拜拜，那些外婆。我那婆婆也是跟着他们拜嘛。吃蛋糕了没有？没有。还没有啊。你吃吗，小玉？小玉，小玉乐乐蛋糕好吃吗？哎呦，你睡着了呀？好吃。啊？好吃。好吃吗？哥剥给你，哥哥好不好吃？嚼。你乐乐蛋糕我们也吃完了，还送了一箱龙眼给我们拿来给红多多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小玉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期再见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